大家好，我是吴俊廷，然后我现在在《时光与他恰是正好》的剧组，我要去求婚啦。来，我们准备。我也是，跟你在一起那么久，我都不想，所以想一直快乐下去。看看人家刘莹的姐，是不是也得买这么大的，对吧？没关系，我老公说够啊，够吗？哎呀，我是觉得不太够，女人不要这样委屈自己。是他的午饭时间，一般人打扰他，就会和他自己私事。是一般人的。哇哦！直接请我去哪个餐厅吃顿饭是吗？然后就可以说不定就答应你了。那你今天准备跟谁结婚？嗯。那你会选择谁？哎，那个谁，那是月月。哎，拿一双手指，让嘴巴用一嘛，一会儿。谢谢。他不选我。那你选谁啊？最后。其他同学都看到我了，看到我不就够了吗？看到我不就够了？哎，我记得我发现了一个了。那你准备什么时候做选择呀？你选择我就安心了。就算你选择了不是我，但是必须是我认可的那个人，必须是我认可的那个人。完了。今天结婚，失败。今天没结婚，今天不是结婚，不是今天失败了。也没吧，我实在让他。你看他都冒仙气了。咋换的？三二一，变成人。一个猪吗？不是，你想变回去吗？我想变回去。求求你了，帮我变回去。哎呀，尿水放多了。啊？现在是大补猪。大补猪。是，也没运的，没办法，你没法。仙气飘飘。没法跟我做朋友。不结了。咱今天就没有。来了一个抢婚的，哎，抢婚的，快来！这就抢婚了，我去找宋林旭。我去找宋林旭。哦。叮叮叮！早晚那边有鸭子。哦，他打了个水漂。所以说，演员一定要学会无实物表演。前面就是看吕布，他在演那种看到的鸭子的。好想拥有一只的。我们今天是落跑新娘和落跑新娘的团队 ，VR Team。我们现在在房车里，这个是。全款给他买的房车。昨天还说不是我的，说是婚前财产。那就送你吧。那给你弄宝马。你要开？没有啊，我不会开。不会开，我开我当你司机。那车钥匙？车钥匙放你那儿，放我这儿，不一样吗？我开吗？我当你司机。你去哪？我去哪？我以为他杀青了，冒花了，谢谢你啊。刚刚出去了，是秦凯托人送来的。不是，第60号。是一道光，是每秒在我的头上。观众朋友们，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？我们结婚了，你还让别人送我花？你抱着劲儿的干嘛？
开门。不然呢，我丢掉吗？你可以给我呀。大庆快乐啊！大庆快乐！谢谢。谁杀青了？买东西，有你在这儿。时光与他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也想遇到了对的人。今天我的 vlog 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一切顺利，天天开心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今天先到这里，拜拜。